带孩子出国遇到这种事，爸爸真的好崩溃。去买衣服干嘛？就带小孩就很麻烦，所以我就把小孩放车上，然后另外老大就手牵着，那老婆要去试衣服，那我就在那么一刹那间回头看，恐慌症突然打到我说小孩不见了，突然之后变成 Jackson。 TVBS 欢乐台42频道上班这档事。